喂，那个是宠物火化的吗？对。不好意思，那个你们是24小时都可以接吗？因为我们这里马路有一只人家养的宠物，然后想要找来帮他送去火化。我们是在这边算哪一区？中山路284号。中山路。嘿。因为如果我们最晚到12点可以接，可是现在啊，这样子总共是要多少钱？我问他一下。他在猫小猫咪应该差不多1公斤，1公斤左右。多少公斤啊？是家宠吗？家宠。然后家宠对对对，所以他现在是要问说，如果来接走火化的话，大概多少？如果是1公斤的，1到10公斤的话，个体的话是4000，团体的话是1000。哦，团体的话。那个老板，团体火化是1500，啊，个别的话是4000，团体就好。啊，用团体的，然后再加夜间加成，总共要多少？团体的话，1500，这样总共是2000吗？对。我给你地址好吗？大社区中山路。284号。284号，阿敏传统美食。大概多久到？老板娘，你贵姓？我姓林，双林。啊，他姓林，林小姐。好 ，OK， 好，谢谢。拜拜。我说多久到？他现在确认一下，然后等一下马上回电。好，刚才猫咪本来在那边，然后我跟丸子工作完之后来附近吃东西，结果有一台汽车从这边直接过去撞到，然后被老板娘看到，然后那一台汽车就直接跑掉了。那现在猫咪，我们现在要请人家来把它接走去做火化。今天是老板娘的。对。难怪我奇怪为什么我今天吃饭都边吃边想哭。嗯。这边。好。我们会打马赛克处理，然后现在先在这边协助老板娘，等那个先生打电话来。要不然他就在那边啊，后来对，是我把他移到这里。对。他在家说感觉猫可怜。哎。啊，要再泼一下水吗？刚才有血水呢。洗不掉了。这边，还是，老板先这样。他刚才撞到的时候，你有看到？我有看到啊。你有看到他撞上去？啊、然后他就直接开走了。对，他开走了。因为我刚好跟他出来，我想说，地上怎么一只猫？我跟你收钱了，我在打电话啊。哎。我老公睡着了，叫我老公过来看怎么办？因为我一个人不知道该怎么处理。对。啊，那这样，因为他轮胎撞到，一定会有反应。他应该是想说是流浪的，可能就直接走掉了。不然你轮胎撞到那么，因为我今天有撞过我猫了，我就有经验。对啊，我直接撞过以后，很明显动一根。对啊，前天他从那边跑过来，对面我看他跑过来，然后黑色车子，他是这样撞的，撞进去后的轮胎。嗯。我看他这样撞，他等于前轮压到之后，后轮又压上去。前轮他还没事。他要跑过来逃跑，那个前天要逃跑，跑到后背后人撞到了这样子。哦。然后还在挣扎呢，那时候没有当场。哦。当场走了，就还在挣扎。一个金汤会当用吗？可以啊。可以哦。猫的主人，主人，哎，你主人要摆啊，哎呀，怎么念？跟他说，浅浅啊，你一路好走啊，那样。对，一路好走，有什么话请他讲。100，再摆，300，浅浅啊，一路好走啊。不然我会摆走，要请主管啊。啊。我就能摆坐到这里了，多少摆几天？我来帮我了。我就有小鸡蛋。香应该等一下放里面就可以了，放里面就好。
猫咪的吗？对。哦，这边这边。被撞到了。被撞到，刚才在外面旁边那里被撞到的。它的项圈我会先拿掉了。哦，好。先放旁边啊，等一下再处理。然后加100块的夜店加钱。嗯，那他那个主人是那个小姐。嗯，好。好。好，各位，我们事情也处理告一个段落了。那来龙去脉其实是今天我跟丸子去处理另外一件事情，那我们就刚好来到这一间叫阿明传统美食。那上次其实跟 King 我们来吃过一次了嘛，这一次就想说在附近又跑来吃，跟这个猫咪算是有缘分。然后老板娘刚才一直谢谢我们，就是因为她是越级的，然后她没有遇过这样的事情，她完全不知道怎么处理。然后那一只猫当初是她跟人家抱来养的，就是人家野猫繁殖出来，然后就是多生的，她就给她抱来养，所以她刚才其实是吓到，可是她不敢喊出来。他亲眼目睹他被撞，他不敢喊出来，是因为汽车快速就开走，然后他担心吓到里面的顾客，因为毕竟他那边是做餐饮的，突然间有一只猫他喊那么大声有血，怕顾客会吓到跑走，所以他就不敢讲。是我主动问他说怎么有那一只猫，然后他才讲说是他的猫，我才开始按录影，我想说帮老板娘把这一个片段记录下来，让他可以留着。因为这只猫毕竟它刚才私底下说它养很久了，然后另外一只猫最近也不知道跑去哪里，所以就是反正就很沉闷的一个话题啊。但是那一个人他撞到之后直接跑，我是觉得不可能不知道了。对，因为我讲我看过一部影片，假如说你撞到动物，猫是有灵性的啊，猫你撞死一只猫，这个人会倒霉两年，你开始追两年，追到不能再追了。哦，假如说你没有跟他道歉还是处理，你追有可能追了三四年了，在家中。因为猫其实他们算是很有灵性的啊，很多宠物其实也都是有灵性，只是说你撞到他们，你没有请人家那种来把它收走，那变成说是我们。虽然说是我们在现场看到，然后才协助老板娘来把浅浅送走，因为那只猫叫浅浅，然后来把它送走。所以到我们刚才要离开，老板娘还是一直很谢谢我们，因为她说她如果没有遇到我们两个人，她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然后我就跟她说没关系，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做相关这一行的，我有跟她说我们平常就是在做类似这样的事情，所以我们不会去特别大惊小怪，也不会看到会害怕，就是我们也是留下来协助他。我们从10:50吃完饭，然后协助到现在，快12点了。哎，12点了，现在刚好12点。所以一种人不能啊。对啊，那我们就离开吧。我尽量我跟各位同学讲一下好不好？嗯，开车开慢一点，
就是阿公阿妈麻烦停下三点，然后好歹是个生命。所以说你不喜欢撞到，要停下来告诉医生道歉。我不是故意的，帮他做后续处理啊，不要这样子撞到之后拍屁股就直接走了。你这样没有公德心了。对啊对啊，我跟你讲，动物有灵性，还跟着你车尾一起走。对啊，OK 了，那我们先离开了。好。